林书豪的。小朋友心情欢喜，大声叫出林书豪的名。最近在美国 NBA 职业篮球比赛当中，上届穿的林书豪虽然本尊并无来到玻璃，不过在一名学生邢杰胜的卡手制作之下，用彩浪纸做出林书豪投球的姿势，放在玻璃的一根关公抓枪来展示。觉得他很厉害，然后当时他又以六连胜，然后是一个菜鸟的身份这样子，然后他是抱持着他对篮球的热情，那我觉得。他那种热情，如果说我也有那种热情的话，我应该可以把他的心体以彩浪纸这种美彩给他做出来。这部林来疯的立雕是无人懂的雕，让真侪游客拢提出欣赏机，要来甲全世界大家偶像好小子欣赏做纪念。是这个游客想要甲这个做了真精美的林书豪砸到登去。林书豪，你有没有喜欢他？有在看，很帅，你看。会不会想要带回家？蛮想啊，蛮想。蛮喜欢的啊！看到这个林书豪感觉怎么样？觉得到处都有林书豪，觉得很蛮开心的啊！那些没办法去 NBA 看林书豪打球的人，也可以来到这个职场来看他的一个三分球绝杀的这个影子。除了林书豪以外，在这里关公抓枪里底，还够清楚海绵宝宝、南方四剑客，也就是小丸子、丁丁知名的卡通主角。拢是用彩浪制作的，业者都是希望提供一个平台，让一挂素人工艺家发挥着创意。现场看到这些呢，大半都是由这些素人的设计师他们所设计的东西。那这个平台是非常开放性的啊，如果我们在地的乡亲啊，有任何有这方面的需求，想要试试看的话，千万不要客气啊，只要来我们这边给我们参观一下，然后给我们留个讯息，我们通常都会把这些材料。免费的供应给一些朋友来使用。二二八连续四天假期，和这个关公抓枪是客满着参观的人潮，可见玻璃抓业的卖人，预计搁坐上林来疯的顺风车，和游客留下一个快乐的回忆。美山乐园耶！记者家己采访报道。